好，今天帮大家介绍是潘海利根的哈洛斯百货限定的凶手。那这一支的话，前面你会感觉到它有一些梅子覆盆酸酸的感觉，然后带了一点甜香，对，然后它有麝香，还有一些木质的香气。但是它里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味道，就是它的烟熏感。对，那像我自己的话是非常喜欢这个烟熏的气质。对，那如果说你不排斥烟味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一支它酸酸甜甜，那再加上它这个烟熏的木质香气，是一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支味道，推荐给你。